魏大元帅，原来是贵妃娘娘。贵妃娘娘善见外臣，不怕皇上生气吗？是皇上命我来的。 他有话让我转达。那为何来的只是贵妃娘娘？皇上为什么不直接召见我？还是贵妃娘娘自作主张，想来见我？皇上对你爹心有愧疚，想为你爹立个衣冠冢。你果真是为了皇上来的。 看来贵妃娘娘心念皇上，也知道该如何为皇上分忧了。皇上会昭告天下，为你爹雪洗冤屈，还会恢复他生前的爵位。皇上不觉得太迟了吗？我爹的枯骨都不知道埋在何处，生前身后，这爵位又是命，位极不了王者。 也没办法平息我这么多年来心里的怨恨。也许你爹会在乎呢，他生前受人敬仰，死后也要清清白白，不被人戳着脊梁骨骂。你知，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有什么苦衷？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我们一起去面对，好吗？ 我差点忘了，皇上还说会为你爹发国丧举国同哀。爱憎分明，将心门牢牢扣紧。我却心疼你做决定的勇气。 就让我来守护你，命运你的前方踏平着，踏平着荆棘。月有心相依，而我有你的神奇，是命中注定。 做彼此的心意，你为我。
心碎，最美。宁贵妃，你怎么坐在地上？小姐，地上凉，你快起来吧。不用管我，我就想一个人在这儿静静。宁贵妃，你不高兴吗？那回皇上那儿不是更好？为什么要回去呢？宫里冷冰冰的，一点人情都没有。姐妹们，好消息，宁贵妃来了。什么好消息？我刚刚在御花园看到朗坤被抓起来了。真的？你们知道是谁干的吗？皇后娘娘的侍卫。他不是皇后的人吗？难道是皇后恼他投靠了长公主？我也不知道，好像说皇后要在宫中翻查旧案，平反错冤。反正朗坤这次落到皇后手上，不死也掉层皮，真是恶人自有恶人磨，报应。紫菱，这次你什么仇都报了，是不是要庆祝一下？翻查旧案。皇后娘娘，臣犯了什么错？别问本宫，问卷宗。娘娘，臣冤枉。这些卷宗都是从刑部送过来的，刑部上下那些人，难道都冤枉你吗？苛责宫女，贪污受贿，在龙华街坐拥18座豪宅。这还只是冰山一角，朗坤，你这胆子实在是不小啊！娘娘，臣追随娘娘左右多年，臣的为人，娘娘最清楚不过。臣不可能做出这等事。本宫就是对你知之甚少，你才在本宫的眼皮底下，像一条狗一样爬向长公主那边。把他给我押下去，待所有的证据一一都收集齐之后，再把他押回来重新审问。是娘娘，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能不能给我一点时间，再押我去大牢？你以为本宫还跟以前一样吗？只要你求情，便会饶你一命？不会了。即便你在长公主那边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，跟本宫有什么关系？你对本宫无情，本宫也无需给你颜面。压下去。是，臣还有最后一句话想说。娘娘，娘娘，娘娘，你一定要记住，将来无论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忍一时之气，如此方能万全。这句话你还是去提醒你的新主子吧。忍这个字，本宫从来就不需要学会写。娘娘，以退为进，方为上策。本宫已经被你们逼的，现在就已经站在了悬崖边，只要往后退一步，便是万丈深渊。但是还好，本宫在宫中的时间久了，早就已经学会了如何自保。所以，你还是回去操心你的长公主吧。给我压下去。是。是。皇上，皇后现在要将5年内后宫的案子全部重审一遍，永德宫现在都已经挤满了人，
臣妾知道，皇后有肃清后宫的权利，但是现在宫里人心惶惶，再这样下去是不行的。朕管不了她了。臣妾记得，皇上曾经对臣妾说过，后宫和前朝为一体，后宫若是不安，会波及前朝。嫔妃大都出身官宦。 若是遭皇后这样肆意折磨，恐怕前朝的大臣会心生惶恐，这样一来，朝廷会大乱，会让贼人有机可乘。你不要再说了，朕不想听。皇上，你是怎么了？朕刚才做了一个梦，朕梦见魏广率领大军已经包围了朕的皇城，将朕拖到宫外五马分尸了。 朝臣当中，连明尚书要恢复长公主和广定王爵位的人，超过了半数。朕的半壁江山呐！魏广也，朕真的是四面楚歌。皇上，魏广不会的。 你不必如此猜忌。如果魏广真的有异心，朕可以考虑先夺下他的兵权。可他现在威震朝野，朕也不能轻易动手。你还有太后啊，太后对魏广有恩，她一定会念及太后的恩情的。想不到，朕这一朝之君。 却要落得靠两个女人来周全。长公主大驾光临，又亲自为她作保，本宫怎能不给长公主面子呢？朗坤，你走就是了。谢皇后娘娘。长公主是金枝玉叶，又肯替你来求本宫。 你该好好谢谢长公主才是。朗坤是我的人，为他奔波那是自然的。倒是皇后，最近抓了那么多人，没少费心吧？本宫是皇后，在其位谋其政罢了。有几分荣耀，便得承担几分责任，不能像长公主那样随心所欲。哦，对了，长公主为了朗坤日夜奔走。 看起来脸色憔悴了许多，正好最近宫里有一批贡品，其中有几瓶珍珠粉，本宫用了极好。来人呐，给长公主送一瓶。皇后有心了，没用的。 东西，皇后送的东西，你也敢摔？皇后娘娘恕罪，长公主恕罪，皇后娘娘恕罪。皇后娘娘要是不原谅你，你就别起来了。宫女也是无心之失，长公主何必如此介怀呢？皇后真是大度，那我就回府了。起来吧。是，谢皇后娘娘。 魏广，你今天怎么来这么早？坐。朗大人这么快就逃出升天了，我还以为你落到皇后手上，不得善终呢。背靠大树好乘凉，有了长公主这棵大树。 我还怕什么？不管发生什么事情，都必定能逢凶化吉。朗大人背弃旧主，是明智的选择。我和魏老弟现在在同一条船上面。
魏老弟是聪明人，那我勉强算半个聪明人吧。反正跟着魏老弟走，一定没错。我和朗大人多有误会，少有往来，如此谬赞，我可万万担待不起啊。朗大人现在是我的结义兄弟，你又是我的知己，你们俩之前的恩怨了了吧。我可是险些死在朗大人手上，就是想忘我也忘不了。真男人够血性，可是我们三个现在是绑在一条船上的，我们现在不仅要共同进退，更重要的就是交心，你说呢，朗大人？当然。你说呢，魏广？大元帅，这杯我敬你。魏广，你的心胸怎么如此狭窄？就算你忘了昔日我们共事的情分，也应该念在我当年替你爹收尸。哎，我知道你对我还有怨言，无所谓，大家开诚布公，坦白说出来不就好了？今日我就是要一根一根的拔掉你心里的刺。我以前鞭打过你，现在你打我三拳，我绝不还手。打过之后，咱们就一笑泯恩仇，如何？嗯，我就怕朗大人经不起我这三拳。尽管打。第一拳，还你当日受杨彪的鞭刑。第二拳，还我在皇上面前重伤你。第三拳，我魏朗大人，我没事吧？胸口痛不痛？叫御医好不好？朗大人，没事吧？怎么样，魏公，你这算是原谅朗大人了？朗大人皮糙肉厚，我争不过朗大人。这就对了，咱们现在三个人都是好兄弟，你说你有必要打得那么用力吗？下次给我个面子，嗯，喝酒去，两爷亲，走。皇后娘娘，您看已经日落了，不如明日再行抓捕吧。日落正好，见不得光的人就得晚上抓。给我来！
认贼做主，毁江山害百姓，你爹死不瞑目。18年前，你爹死在树林里，但你后来找不到尸体，以为有心人已经将你爹的尸体妥善安置，地点就在城西孔雀山脚下的城隍庙中。元帅，您这是在？这里有很多脚印，那边也有。你帮我把这里的一片土地整块挖起来，带到府里去。是。臣妾参见皇上。快起来，宁芝，你来的正好。朕想来想去，还是觉得你应该跟魏国再见一面。为什么？朕始终觉得有些不安心。虽然朕给他讲了长公主是如何陷害魏燕的来龙去脉，但他未必会相信。更何况，魏广对你情深意切，而朕却把你纳进了后宫，他心中多少会有些怨恨，只是朕不便向他解释罢了。魏广为皇上征战沙场，从无二心，可见他已经放下了。但如今他和长公主走的是越来越近，朕担心有一天他会受长公主蛊惑来攻击朕。魏广他这么聪明，一定可以识破长公主的居心的。但种种迹象告诉朕，对于朕，他更相信的是长公主。皇上，宁芝，你是朕的妻子，朕会为你做很多的事情。朕也答应过你，会尊重你。如今满朝文武，忠奸难辨，朕能相信的也唯独有你了。臣妾去见魏广。元帅，这是宫内太监的靴子。太监无故不得离宫，我已经问过宫里的侍卫，今天无人出宫，所以所有和这双靴子纹路一样的脚印，都是我刚才看见的那个太监留下的。
这些全都是。您刚才确实看见了，那个弯腰的老太监走来走去的，有脚印，也不稀奇啊。不过你有没有发现呢？单看太监的脚印也有不同。你看啊，这个脚印更深，而且更重一些，这几个都一样。但这个就不同了，印记轻，而且很浅。您的意思是，有两个四只脚走路的太监？宁贵妃到。末将告退。宁贵妃。宁贵妃无事不登三宝殿，不会又是为了皇上而来吧？皇上让我告诉你，他已经派了大批心腹出宫，很快就可以寻找到长公主当年的宫女。他们多多少少都知道18年前的事情，有了他们的口供，你爹的死就可以。皇上想尽一切办法，只为让我相信长公主说的故事是胡编乱造的，只有她说的才是实情。皇上的确没有说谎。故事是真是假，我心里早有答案了。我现在只对你的故事感兴趣。我跟你说过，皇上对我很好，我也对他动了心。这么多年来，我一直在追查我爹的死因，想弄清楚为何他一心报国，却落得五马分尸的下场。我现在才发现，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场笑话，所有人都在逼我相信他们的说辞，所有人都在利用我爹。卫光。那时我刚8岁，才刚学会写我爹的名字。没想到，以后就成了禁忌。如果我现在不是大元帅，还会有人为我爹申冤吗？没有人觉得自己是错的，对他们来说，死去的只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，但对于我来说，死去的却是我爹。卫光，这些年你受累。宁芝，不要这样，卫光。宁芝，我今天终于找到我爹的墓。如果之前所有的痛苦都是因为遇见你，我宁愿更苦一些。宁芝，你告诉我你那个故事的真相好吗？
既是后宫的宁贵妃了。沉吗？很重。跟你的剑相比呢？剑更重一些。那为什么你每天只肯握着剑，不肯执着戟？因为我是大元帅，持剑是我的使命，我要用剑保护更多的人。你离不开这剑，就像我脱不下这身风袍。我曾经以为做一个普通人可以很好，后来我才发现很多事情普通人是做不到的。自从我成了宁贵妃，我可以做到以前做不到甚至不敢做的事情。你不愿再执戟，我也不愿再做那个百戏团的叶凝芝了。自出征以来，百战百胜，从未失败过。我相信他这一次也一定能赢。如若朕御驾亲征，豁出性命去救魏国，你能不能答应朕，以后名副其实的做朕的妃子，永远在朕的身边？只有朕御驾亲征去救魏国，才能将他救回，你就不能答应朕吗？我眼里所见的每盏灯，都代表了一户人家。我终于明白老天爷为什么要我穿上这身风袍，同时我也明白了，当我穿上它的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失去你了。魏广，我会成为我想成为的那个人，也请你在你自己的道路上坚持地走下去，不要回头。是我命好，如果不久后就成为了妃子，天下间哪有只赚不赔的买卖？我娘说的对，得到的越多，就要用失去的去换。我救了我最爱的人，我就得用一生相守的承诺去换。这权力我一点儿都不想要。我想救人，为什么没有人可以救我？我只想跟魏广堂堂正正的在一起，连这点卑微的愿望都没有办法实现了，都没有办法实现。
婉儿，你知道爹为什么要当大将军吗？为什么要去战场杀敌吗？因为那些敌人侵略我们的土地，而且还杀我们的百姓，所以我们一定要把他们全部都给杀光。来，那你知道武力的武字怎么写吗？上半部分是干戈的戈字，下半部分是制止的止字。爹习武也好，征战也好，都是为了以战止战，用一场战争化解一场更大的战争，让更多的人活下来。你长大也要这样，明白吗？老伯，我知道你藏在这里，出来见一面吧，我们一起喝杯酒。啊，我们是朋友，不是敌人。老伯，你不是还有个小帮手？你跟他认识吗？你不会不知道吗？你和我爹是什么关系？他可是朝廷钦犯，你偷偷将他的尸体安葬，不怕被连累吗？你是怎么知道这四个字？仇恨会蒙蔽你的双眼，但也会催人前行。我有我的计划，希望你不会令你爹失望。老伯，娘娘，陈妃想见您。陈妃不是快死了吗？她有何事要见本宫？她说她知道宁贵妃的一些身世之谜，也许你有兴趣知道。摆驾永伦宫。娘娘，您真的要亲自去永伦宫吗？不如着人将陈妃抬过来。陈妃都已经是奄奄一息了，恐怕也经不起这样的折腾。可永伦宫那地方死过不少人，阴森森的，不干净，恐怕娘娘去了晦气。本宫没什么可怕的，你叫林大人派几名宫内侍卫保护本宫不就行了吗？嗯，罢了，此事不可声张，派三个执戟郎跟着本宫就好了。是。参见皇后娘娘。把陈妃给我带过来吧。是。千烛火中飘逸，你曾是这里最平凡的流萤。靠近我，将时间凝聚，心波光粼粼，像一场，像一场梦境。逆着光找寻一个遥远的身影，拥挤的山场竟然